Yap Tee 啦，从小就马来西亚出世的，从哪里来？58年，54岁。早期我是做建筑的，后来我去就从瓜拉比拉进那个红色的龙珠果苗了，我就看应该机会是很好，我就看一片空地嘛，我朋友的，我就问另外一个朋友，我就问他这个空地跟他租来种龙珠果可以吗？他讲好啊，路旁。后来我就这样子 start 起咯。生长啊，它就是好像仙人掌一类啊，它尽量热它没关系，水分太多它就会死哦。好像你蒸水蒸到3天到7天，它就烂了，它会枯掉，它的根会烂，根部会烂。还有下雨天它就比较容易中空哦。一般那时候不知道是一阵风还是什么，每个人的园都种白点，他黄点可以医得好，白点他打不好。以前每个人不会常要，变成一直打不好，很多地方啊都种了病都枯掉，就推掉了，他们就不要种。我们协帮后来我们慢慢研究，就要拿来掺了，就回头了，变成老树的我们就要打多咯。后来我们就回头，我们早种病的时候是每个星期打一次，有时下雨天还要2-3天就打一次，后来现在已经控制到了。可以啊，现在到现在都因为龙珠果到现在在马来西亚都已经有12年到15年了啊，都很好啊，到现在还是以前一公斤是12到15，现在是8块到10块都有啊，好像小粒的就5块了。你不放个多少？What makes me like because the taste is very nice. It's one kind of unique and it's healthy. Why I come here is because it's what do you call it?More organic. 我是没有上瘾啊，不过尝试了啊。这位老板娘她知道了，我通常都会来这里购买的啊。这一间的那个火龙果，这个果园啊，我是他们长期顾客。傍晚啊，就是朋友好像到晚上叫。就一大班在庙车大炮啦，对啊，去找朋友喝喝茶，打一点麻将啊，这样啊。不到啊，多才，你看我可以啊，比较轻松啊，不比以前做建筑爬到在上面还会抖啊。